Jessica， 这次我们的游戏名字叫 Aztec。 GGJ 的主题是分型，所以我们采用了斐波那契数列。斐波那契数列是由一位叫 Fibonacci 的科学家在研究野兔繁殖的时候发现的。 Aztec 这个名字是源于阿斯特克文明，集中献祭是阿斯特克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。下面请我们另一位同伴来介绍游戏。 大家好，我是 Emma。我们这款游戏是用Y Linux 7+加系统，这是一款在console中玩的竞技游戏，在游戏当中，玩家会站在部落首领的角度，利用祭祀和神作交易。这个游戏采用了年禁制，也就是一年祭祀一次。规则：我们每年的空间生长阈值1.2，在一年一度的限祀中，玩家将选择不同星期、不同的人数和神作，换取不同的好处。玩家的目的是在游戏当中想办法存活最久，但是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上限，也就是空间。 游戏就结束了。接下来，请大家观看游戏测试。在游戏当中，我们前面采用了斐波那契数列，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个5、8、13、21和34。然后到下面，它有一个 introduction。Hi，welcome to the Aztec civilization。 它的 current population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口的总数。 然后 current space 是5000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口数量必须保持在5000以下。那么第一年的祭祀，我们可以选择先祭祀10%的人，也就是0.1。然后这一回我们的人口上限值达到了2900，然后我们因为根据每年的人口数量不同，我们换取空间。 增长值也不同，所以我们现在人口的上限变成了5582，那我们可以再选择祭祀0.1%的人。那这个0.1%的人，我们在祭祀完了以后，我们的人口上限变成了4868，但是它已经很接近我们的人口上限值了。 4858和5555，那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祭祀数量更多的人，我们可以祭祀50%的人。那我们现在人口上限值又变回了2000，4434。然后，但是我们祭祀数量越大，跟神换取的总空间值也越大。现在我们的空间值变成了7210，那我们可以再选择祭祀0.1%的人。 我们可以继续继续0.1%的人。如果我们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我们的上限，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所以，综上所述，我刚才存活了22年。那么，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规则都是在 N5里面做的。 5000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初始的人口上限值，然后0.2、0.2、0.5以及剩下的数是我们和神做交换的时候得到的回复。如果我们在 N5里面改动和神的交换值的话，我们最后在游戏中死亡的速度和存活的时间也会不同。相信大家刚才。 懂了我们做的游戏，我们这个游戏是由我们四位成员做出来的，其中李迪贝很遗憾没能参加，因为他是斯洛伐克代表学校去合唱团了。然后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工。Tracy 在游戏中主要负责的视觉模型，也就是把这个。
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，也是你作为女生对电竞这种东西，一开始是有思想的抵触的，而且再加上开始的时候，我经常接触这个东西，他也跟我说，就说你，我只是让你来尝试这个东西，尝试更多新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编程语言这样东西本身就很难，如果学不会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放弃，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开始我就怀着一种，就说我就试完了我就不学了这样的心情来到了，参加了我的第一届 GGJ， 然后到了 GGJ 之后，我才发现其实女生编程没有那么难。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学到后面，就学到现在也快半年快一年多了，我觉得其实女生编程并不比男生差。然后现在我参加这是我的第二届 GGJ， 然后我觉得就是想向大家证明，其实女生编程并不比男生差。谢谢。那我两年前跟小刘老师第一次一起做过游戏，我那时候从来没有用过 PC， 只用过 iPad， 用的 iPad 呢也是各种的 iPad。但是现在那时候在 iPad， 在学校老师教我们 iPad 都教我们打字都是两个大拇指在那打字，但现在在电脑上，小刘老师的要求是五个手指头在上面打字。现在呢，我不仅能在我自己的雷蛇上面写程序，还可以用我的雷蛇来做游戏，我的感觉就完了。谢谢大家。